大家下午好。今年的天气啊，大家都说是热死在春天，然后冻死在夏天。今天降温了，23度，老肖穿上了羽绒服。我呢，今天要做一件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种一盆莲花种在家里面。一直想要种一大盆，夏天的时候让我庭院里面满满的莲花清香。那现在要去老家，老家有很多杆子，我看那个杆子他们在用了，不用的话我就用，他不用的话我就去买一个新的去。妈妈，你跟我去吗？是。那你换鞋子是吧？宝贝他们的房子开始装修了，很快他们会搬到那个镇上去，很多杆子他们用不着，将来我还是会搬过来用。走，明天下雨哦，撑把伞。下雨了，真的是冷死了。哦哟，一夜之间入冬了。哎呀！都不在。娘死过了。能不能啦？这个缸，宝月他们在用，那我就买一个算了。等他们搬过去的时候呢，这些缸我就再拿回去。我肯定到那个外面街上去聊天去了。这个吧，我还死过了呀！估计他们都忘记了。这个是吧？你问他多少钱？六一嘛，10,000的。不只有六万呢。哎，我冇使六十。啊，六十，费事同你讲，搞到我自己都麻烦晒。来拿的。我们去找泥巴去吧，去找泥巴去啊！你老给，没得老，老少一张。老少冒着雨在帮我找糖泥，松鼠好大，我带个松鼠。这个泥巴，臭啊，会很肥耶。猪屎，那是有猪屎的是吧？能不要这条沟的吗？为什么老问这条沟？粪水是有粪水吗？人粪。人粪很肥啊。这个够黑了吧？这里够黑了。哎，这里可以了哦。好，这个没事，就是这里的，开挖。
加油加油加油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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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。是什么？这么好的，我去吃一下。大哥，放到放到这里行不行？先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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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等你的风不里来了。倒倒倒倒倒倒多了，你再说一次。卡子，不好意思。找南不好吗？小店，我们回湖南去。啊、我们回湖南去。哎，不去不去不去，我走了。啊，不去不去，走吧，走。你不是一铲子下去喷的喷的？这里、啊、这里。到上面。好，这里吗？到的，确定啊？好，就这里啊。确定。对。说了，我一个月不能干重活，所以这个月我都是指挥官。哎呀，这种轻活就让我来了啊！不是，我觉得要这样子吧，是吧？这还有个牙嘞，那什么，没打一粒牙齿。好嘞，拿出来，对吧？拿出来，那什么？你先数一下你有多少根，分别怎么布局，不要看。那。一个吧，是吧？到底是横着种还是竖着种？都可以吗？啊？我先放好呗。放空。那就是这样弄呗，是吧？固定三两个是吧？嗯。横着竖着他们都可以，这样种也可以，你看没有？那就斜着吧。斜着呗，对吧？那就这样了。就这样斜着呗，好不好？是咱的就我。是吧？嗯。你放了，就往里面种一点，往外面种一点，往中间还是往？往中间。嗯。搞定了。要水吗？种好了，这三个军师一起都差点要打架了，这也不知道要不要放水，请教各位，那到底要不要放水？等全出芽了再放还是怎么样？爸爸，期待我的这个莲藕花吧。